别来抢肉的狗日，守着飞水的零食费非常，啪啪清吧还有八仙羊给当娱乐节目。阿坤的自掏白日娱乐新天观众，冬日是亚热，一百七十新黑丝二零的水库。本节目日说人不正规，偶因偶是为特定。字幕用日男女日费非常日高一台数小节规，不通过采用真日。英文翻译只辅助日教，不作为正规翻译参考。日语种类不断限制，口音根据狗领习惯不作见证。不同日语只用来区分国色，没语言区分，但你不出生日也没引入关系。本节目内容不可作为语言、文字、历史等学科研究这个领域的编证，禁止部分或者全部用于商业。版权规范由张守宇特此声明。欢迎收看《贝拉巧》，预计在当时辰光，我才是范院长。今年已经是2015年了，那整整70年前，自家国家的人民，那轰轰烈烈的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取得最终的胜利。那么，今桥段呢，大家晓得，是来伟大的党和国家的号召之下，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纪念和节约活动，来满足这个精神文明需求。我范院长不过是正院长的高院长，喊也喊院长的。那么，中国也正在同样的姿势跟来党的路线，啊，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方面也起一个带头作用。不过呢，我到底前头呢，我想先到各位资本主义国家来的朋友打声招呼。Some of you told me this kind of thirst is ridiculous. But in fact, it is your life filled with distress. 好的，那么非法实施个狗子，我带着告你啥呢？再说些个当然是运动战场，第二日斗得是啊，八路军个游击队又是结棍得不得了，高高一天十。但是大家看得厌了，反正说是我不能再讲着。别个刚刚是带游击队员，我带着乃至了数个子一个年头。是看看70年前搿次战争，各个国家就算是派出正规部队、军事精英，面对装备精良的法西斯部队，照样是输到硬上。何况是搿种扎根民间、只简单培训过的游击队组织，哪还打法西斯部队打仗呢？是不是游击队员的故事引起自我的兴趣？哎，搿么多问题侪来着？范院长，我问问你呢？这个好游击战胆子哪个强？搿么我回答你：中国山东新来人，为啥胆子？挖掘机挖子弹飞得轻松啊！嘿嘿嘿，当然搿个只是寻开心。游击队啊，不一定半夜挖子弹，搿个才是中国特色。搿么问题又来着哇？外国个游击队有啥特色呢？凭良心讲，真的有个叫蛮特别个，就是欧洲战场巴尔干部队个南斯拉夫。当时呢，也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是改联邦制的。这个国家真的穷于高兴，是反法西斯战线当中唯一没正规军和重型武器的国家。看个完全是游击队。南斯拉夫的游击队还是两战当中唯一不依靠外国力量解放祖国的游击队。所以搿次游击队讲是全世界最狠的游击队，也一点点不夸张。搿游击队最佳领导人啥人？没有名次，铁托。当然，现在南斯拉夫是差得纷纷散着，还来着六个加盟共和国：塞尔维亚、黑塞、马其顿、克罗地亚、波黑和斯洛文尼亚，现在全部独立着。好，那么各位亲妈还有，下来我才来讲几件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故事。故事呢，总共三位，是根据南斯拉夫经典电影《杰》改编的，名字叫《贝拉乔》，出处是这本电影的《意大利女主之曲》。希望大家欢喜这个故事。在1944年的辰光，政治之苏高大战已经接近尾声了。纳粹德国面临盟军的东西夹击，不得不愚攻转守。所以德军沿路驻扎了希腊的部队出战了。那么你有点常识才晓得，希腊卡尔拉地中海和德国各自来源不是邻国。各支部队撤退，苏北也经过别个上火。那么再便当一条路线是哪打？从北面进入南斯拉夫，一路往西北小穿进入阿兹里嘛。搿辰光南斯拉夫被德国占领，阿兹里被德国兼并。从宏观个角度看，利润上一路可是讲是比较可看的。那么现在希腊个德军指挥部商量下来，谁组织搿样一个决定，从希腊经过南斯拉夫撤退。不过还记得我刚刚讲是啥？搿个是利润上个分析。真正的情况并不是搿样简单。德军事实上，南斯拉夫联邦境内一开始了马其顿为控制放松点，
但是一旦进入黑山共和国，所以当初是崇山峻岭，山里向侪埋伏着游击队，歇歇滚两块石头，歇歇掀脱那两部车子，预计辣黑山北部搿个塔牢高头去，也特别当心。为啥？因为李独出台也经过一场极具战略意义的大捷。现在虽然辣德国人自家的控制下头，但是游击队重点盯下子，就塔牢高大捷。搿场大捷跨了两个峡谷浪，上360米，是第130米，下头有点塔牢可数字。其实现在基本上侪是点乱杂队。德国人非常欣赏搿座桥的雄伟性，为此让蔡军顺利通过大捷，入到五十之一个团的兵力范围，兵营随杀了桥的一队。另外还派出是专门对付游击队的战将党卫军上尉霍夫曼来此地守阵，即使主任负责守卫桥的冯菲尔森上尉上任头一天。霍夫曼上尉对之前冯菲尔森上尉的防御工事相当不满意，在了塔牢高大捷下头，夯不啷当埋下子地雷，为了桥头的栏杆外头装下子通电的铁丝网，每个意志里装下近百枪子，这显得游击队肯定也当这座桥的算盘的。把霍夫曼上尉猜到的，那后方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开始秘密的行动。当这个先锋的队长大高山的拦后是个三爷30几岁，那长子一副虚无性格给人宽厚身材外头扎自己咖啡的是个皮夹克，几高人扛着一部步枪，面孔棱角鲜明，眼睛看紧。拦后刚刚宣告走来，现在上级喊着来，也受到命令不离。拦后径直一道房子，看见两名游击队指挥员扒了袋子前头，那商量作战。这都是培养不起上野的诺夫科维奇上野。袋子上除他纸头，还包着一张纸片，纸片上画着一道穷漂亮的大捷，不仔细一看，还当只是张明信片。培养不起上野，就指着纸片对蓝虎开口着：“蓝虎同志，来看，这道捷是六一两据地那200公里范围内唯一的接通捷的，相当关键的。”许高是德国军队从希腊出台，告他搿道桥，葛末李独出台走到现代运输站，啥物事？侬刚刚到侬个科维奇同志商量下来，你随便侬喊有侬个桥做他再来噻，你亵渎个出军的态度。许高个子，各行各业侪是搿能，上级领导讲个闲话嘛，总归要出点原声。猴子我不是来好吗？看你呵呵，但是来好不会个样子，你也努力我刚情商再来噻。上尉同志，我不是该打我同志上尉者，德国人的警告非常严密，我问你，你不一定能够做他。上尉不情商啊，你当然晓得个样子蛮难的。但是屁股决定脑袋啊，作为一个领导，不弄出点政绩来，哪还升官啊？是不是这伢子个头皮脸红大皮？弟弟呀、啊，该个是怎样把那一次独立机会哇？找不到好的啊，立一根脚喊呀！再讲着，搿一点点也不难哇。德国人嘛，就是点装个粗呀，搿到才是铁板，搿横竖子也翻飞个了。然后也没办法，叹口气。上尉同志，敌人的失防情况你要清桑。这个嘛，一个短的兵力，那不晓得个前个周围嘛，才是地雷。周围才是地雷。然后别听见日头要想不出用啥个办法来做。还要被这上爷当时也开口着，带个弟弟啊，那睡觉也快点的了，至于40天不能完成任务啊，啥个？至于40天啊，然后像40天里不一定能够接近这座桥啊。但是情报显示，德军计划了14天早上8点钟到达桥头，必须卡来辰光拿桥做掉，不能再，还不能挨。
自家只任务失望，就抓勿脱。搿么游击队员困难着，三江也有牺牲五千个人。确实，搿拉一家轻伤着，搿个任务事关重大。然后经历远送嘛，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分解决。上一同志，搿么中央啥人主攻呢？我诸葛亮都督前，三江也两号处主要。那么搞不起啥一档子子。如果你先得监督前个一眼，就用不着给他督战。你靠是寻设置监督前个工程师当那个专门高，是属了敌人控制区，马内他怎么逃离你的？日头靠是到哪去？马内他怎么逃离两个人是啥人呢？这是蓝浩的蓝忙语。蓝浩听见改良的名字的三位恢复之地进行，三个吹皮匠。说不定能做出点事体，但是是还再想一个人。诺瓦科维奇三爷到蓝浩区游击队的训练场不识人事，搿搭四名游击队员辣训练，其中三个人看见了道，立正敬礼。但是一个面孔长得像凶相的人，只大方看见，继续上台布置，哒哒哒，挥弹，哒哒扫了布置正当中。然后一口干的王宇深邃不得了，你最高是门里。同志，你习惯用啥个武器？熊面孔上台了看看，指指着手里搿把扇子，啪一挥，也正中红心。然后点点头，也不转身问另外三名游击队员：“搿么你都要用啥个武器呢？”搿三个人，一个人辣练绳子，一个人辣练劈水，还有一个人辣掼沙袋，结果侪讲用水枪最好。然后一看奇怪着啊，碰着个出来三个人上拿枪嘛，你都枪了侬打，三爷同志万分发了。嗯，然后看只看到勿可勿去三爷，是爷拉但是别只把枪了了。然后才对三个人讲着：“现在在这考虑里没辰光了，侬拿我考虑去三爷枪，接他。”然后无知命令，但是三个队员女子不动，不管得在上司啊。但是个毒飞弹的凶面孔，最大只上爷面子，一步拿我枪枪子过来。诺瓦科维奇到蓝浩哈哈大笑，这个是两个人商量好的一出戏，也看你看你祷告阿佛同命令，结果阿然四个人当中三个人发个，葛么参与该次任务阿没一个名额，当然属于熊面孔的啦。蓝浩一问，熊面孔名字叫铁黑，大家侪喊他老大，因为这张马牌实在大，越是直马，人太怂。一只奴匹马阿人工资一只老头，所以后头来大家侪喊了老头子。然后到诺瓦科维奇三爷再会，大喊老头，一旦执行找不到你的。那么这个辰光，德军方面辣做啥？霍夫曼上爷辣办公室里看战片，侪是监视塔班刚刚送过来的，是游击队几个关键人物的线索。反之反，前头几个当时听风反正上也刚起过，遇到个阿妹一仗，该说他败了，这批后头大外小子一头都叫着。这个人的身份蛮特殊，是不是南斯拉夫人，是意大利人，住此地设定的卡里亚人。葛么意大利人，不应该是德国人的盟友吗？哎，你主席啊，但死了毛说你那个军队是当过中士的，但是当人家打谁啊打，不出问的。后头来法军那哈谁摆到这南斯拉夫参加游击队的，这来在了意大利是个有名的白夫干事，现在游击队员还是萨丁达尼，这个真名叫朱塞佩·查瓦托尼，查瓦托尼，队长。谁是现在拦好了道，准备要去寻个人？游击队后方有一片山岗，
杀订单人咋不讨你了，说你新的作业是个自来水导致就帮别人，所以人家喊三根大好事，杀了三根电线没下头，人扒开杀订单人都把牙齿插了银板去了，跟一走轰隆一上班族三根电线没做得纷纷散。所以辣盖个辰光，眼的后头传出来只一阵掌声，恭喜呢杀订单人老虎。哎呦我的妈呀，上次你滚下山我也是会那么得名了。旁边呢我告诉你听，这狗就是老虎作秀，他的本事又乖乖大了一笔。去拿视频球，我们正好四个人去关个灯。杀订单人身上就冒出两副扑克牌，遇到个传统，半夜打哈牌再吃饭，半夜吃哈饭再讲事体。等牌打哈，大家吃哈，然后介绍杀订单人，大家也合作着。真的，那好的呀，不是误啥了呢？朱杰，瞧这狗物有经验，不是个普通的姐啊，三百多米上将近两百米高的了。鬼火龙地洞，我就是会挑战。我在旁边一起去苦不苦是啊？给个你决定吧。好的，旁边了，师傅今天就带你下山去开开眼。带着啥订单呢？你要晓得，慢来了啥人货？旁边了晓得的，他帮买那从情报灯插的东西。杀订单人正好手里有块硬面板，瞎摸下来，看见老大手里有单，开开门子讲，老大看也没看里，轻轻将那单一剁，但真真哈哈插了杀订单人两根手脚的当中。哎呦我的爹的！改天帮贝诺到马内去送信吧，刚喊了一个追捕帮的，帮贝诺进至门，追到布袋旁边，一直被手挡高着。眼睛闪在后头几张台子一晃，马内不是谁的，这只是德国军官的日常。马内也看见这里，心里有数嘛。老板不止帮贝诺一杯手当高子，帮贝诺一口吓他，不太同意，就追着。介绍看门的一张台子，手指一个只黑时装的人。看见旁边佬追出去，也跟着出去。原来旁边佬是来当马内当义勇，我盯三个人信他。葛么马内心领神会，转身径直追捕后头一个消防狗，然后已经坐了里向等哈日子。马内看见蓝胖友心里蛮激动，但是追捕发个音，是再开心也只哈病了海。然后拿出一张纸头打入笔袋。我做这个任务干什么？马内比较白骨，回答的，是没办法做他的。德国人三个干看骨头，然后我被弄过来，我也行，设计搿座建筑工程师来帮你。马内爷爷对太子客气，知道晓得，你脾气跟得也是，把自家发个作，你要晓得。你是个摩羯座烂光棍，从来谁没个女朋友，对女人啊根本没兴趣，整天搭钱袋里。我讲这座钱是你最满意的一件作品，花着你全部的心血，气得算是你个幸运。然后规则慢的一定要到日子，无论何计我代价，你行业做同事、工人是个思想工作，必然接受。谁家来好我只跟死来好我只对杀的回家啊我的一上抽筋追捕老板破门而入所以打了子了被狼为插孩子一步打老道杀青青的来了面无表情是推停马内的老道呆住自己
两个人看样子哪只认得，但是也讲不出是啥个关系。反正现在气氛穷发，然后侬嘴巴那边翻过来，口子口，那是啥人？马内发等老道开口，先讲着，我看是不想答复。老道女怪盯哈子马内，眼睛充满着敌意。我讲是来偷听。马内穷发么子，是不是答复？老道女怪恶狠狠的盯哈子马内，连深邃去八大个辰光。我也不忙着弄眼神去杀他妈的。两个人大致于杀个勾结，谁发之过日，毕竟有绝对于我也是谢得也能公民恩与谁报了一笔。马内宁的工程师二日到海来后，老道杀丁丹宁帮兵老出发，一大之人也什么日高着该次任务。谁两年工程师死前刚刚挨着两妖体该他这一张斗志，是了日大的威尼斯的一个国际代表，昨日困住一日天，今朝起来精神美好，那二日笃笃定定判处，根本分向上，一让风暴岁月来临，是伤不太多，二子激烈天风刮着，刚刚想去睡着睡着，接着叮咚，门铃响着，工程师不转身，回翻最大门口，砰！一个胖子一个嗓子怒门插住了，两个人张手一套色一样动文脉合皮的坏疯子，胖子随从带带的伸出来两只一只正义，原来是个盖书套板，上次的房间里堆子堆翻翻弄弄弄得个肚子一提书，结果翻翻不少糊的，上次开口着，侬是设计特朗普大桥工程师伐？是我。阿拉单位就好分上要的行动吃肉。工程师爷爷对，我不认得这位先生。我让侬马上就认得。格拉宝。工程师看看锁，是刚刚拍个锁。告诉他吧，先生，让我吃特别锁吧。该是他吧，我说我弄起来。门门，爷爷对，我个手洗不拆的，加太白。阿拉上要坐老高级的，我国。闲话风刚完，两个该是他吧，扑倒了地上，一动不动，背心上插下这两把刀。一口水泄的，也是老道换个飞的。遇到另外四个女接待员，即是狗蛋子工程师二人，到了一个然后最蛋子工程师面前，请原谅工程师同志，是帮你添麻烦着，你现在也跟着罪。那还越来越帮你也是罪啊！工程师莫好隆冬，你到蛋子是啥人？你晓得你是啥人？现在没辰光多个，德国人侪是会得来个。对不起，我没喊侬赞我。哼！马内冷笑一声。现在你二人发生之血案，你认为累了妻子还能躺平吗？你累也是不该是他办桌子罪，办他银子更高多。你现在反之债，儿子还请银子报，请吧。工人是最头无脑，不讲之一句，心里一千万个不满意，儿子还跟那三分来出发着。六个人出发着，一路才是山子，追至头两个钟头，工人是有点傻气着，追至上云我连吃啥个上火不晓得。队长，你带的是哪大的？然后面子里一眼，嘿嘿，不晓得。我也是做那个钱，当然不还讲个啦。这个辰光没杀丁丹人元首吗？上来好点岔开话题。哎，工程师，听说你在米兰上大学的，是不是？
工程师点点头，哎呦，我来了，快当我别管冰的，来来来来喝酒。哎，我的车子帮冰了就是米兰的，乖乖，你看米兰的小伙子，好看的没得命了。师傅平常日加分三五，哈，今朝穷逼样，弄得个帮冰了面孔啊羞羞红的。嘿嘿，师傅，你是搞的爆炸才是好看的没得命，这个工人是设置的桥，才是好看的没得命。刷订单人家听肚子一拍马屁是开心哦。一个激动，我开始斗争。工人是啊，讲起来我跟你们一分不浅的，你搞建设，我搞爆炸，一来一去只是算两笔，而且根据我的经验，这个爆炸砸桥是最不容易的。哦，你会做个解啦？杀丁大人生出一张手，砸个五度。我只有三度接中过鳖，讲起来，你只是贡献比我多。嘿嘿，没得没得，工人是技术，你的桥才是精品啊，质量好的没得命，乖乖，要砸你的桥是很不容易的。什么子？也是着呢，杀丁大人，得意忙迎，侬个闲话侪讲子出来。你讲啥么子？慢点，停一停！你为啥要做我姐？慢点，太子太岁，搿是战争工程师啊！哼，战争，啥人搬到个局来？队长，回答我。然后盯着我来，工程师，那个姐关系到5000的生命，如果不做他，也牺牲5000个宇宙队员，你也明白？工程师眼睛瞪哈子了，我不明白，我不是你的做豪杰，然后再定十天，一定要做，我告唯一那个帮助。工程师把头有了冲着一口气，哼，别不得，我想你办子，我要拉烂你。然后为我已经讲到自己个份了，否则都不讲。关照老大，看下工程师。是我为自豪。